会忘记。好好笑。没记会睡不着。明天去给你。11:12开始来打工。然后他一定是他超快出货，爆炸快。他一定是很缺钱。他可能评价这样会比较好。这样也对。都跑走了。对呀，是啊，等他。他会自己跑到那边去啊。看来很饿嘛。看来很饿。